欢迎游戏娱乐大家，我是呆梦，各位看客老爷万福金安，感谢各位捧场本期的赛场盘点。昨天 WBG 赢下比赛后啊，已经提前晋级季后赛了，剩下的 V5 RNG LNG EDG 也基本稳了。好了，排名先看到这，下面我们就一起来看看前几天赛场上的精彩瞬间吧。369凯南天雷进场，双方打出极其精彩的团战。在京东对战 V5 的比赛中，17分钟这 Rookie 柔道下路打出了金克斯的双招以及锤石的金身，369发现 V5 三个人走位过于靠前，立刻 TP 绕后了，下来后一个闪现大招就把 V5 三个人给电麻了， Fortic 双招接狂风还是被金克斯一发火箭带走，而369也被格温捡死。接下来大乱斗中，格温在这种局势下实在是有点猛，几乎是一个人把 V5 的劣势局面给打回来了，也是撑到了卡萨的赶到才撤离战场。要进来下路给压力了，哇，霍普直接交闪，而且 Missy 有个金身，闪现先不急着交，这刀还掉了口血量，两边都 TP 到后了，这一波怎么说吧，看一下左边，哦呦，这波闪，闪现进场能秒波这个吗？对，这个狂风收掉了，接到大招上，但韩永这边也快到点了，直接捡死这边一个凯南，而且这边下海冲击冲到两个人 Rage 三个大招被这边闪现给躲开，然后看一下混乱风暴，这一波电一个一技能，加上闪现给个 QA， 这边 Rookie 也倒地，然后后面的话看 Rage 很能打，而且后面 Kaza 终于是姗姗来迟，后面有一激光没能电死 Rage。Kaza 这个时候开始打扫残局，反手在一个金融护卫扫出来，卡萨也很能打，勾到牙膏，但牙膏更能打，反手打个闪，小卑微哦，反手再一个 Q3， 哎呦，这本卡纳维也是脾气很大，闪现直接拍出一口咬死。南风锤石精彩的预判完美勾中闪现后的毒硬币，在 TT 对战 LNG 的比赛中，五分钟 TT 这边野辅联动来到了中路，看到毒硬币的卡牌，南风锤石过来就是一个闪现预判神勾，精准命中了毒硬币闪现后的位置，狐狸接上魅惑，德邦上去一捅，直接拿下了一血的人头。这个位置闪现勾预判到了，我的天哪，这一勾南风接上魅惑，毒硬币交出了一血，这毒硬币有点太大意了，轻一点的，他的视野确实也不知道阿离在绕，但是第二时间看到之后，闪现完全被预判到了。呼吸哥瑞文闪现 Q3W 控住四人，团战瞬间爆炸。在 BLG 对战 FunPlus 的比赛中，30分钟呼吸哥瑞文已经绕到后面了，于是前面的刘青松果断开团。就在 FunPlus 所有人集火刘青松时，呼吸哥瑞文直接闪现进场，三段 Q 接 W 连控四人，后面风破沙皇进场，再这么一推 FunPlus 瞬间爆炸了，转眼间这三个人就没了，剩下的纳尔和狐狸头也不回的赶紧撤退，然而变身落的火焰哥还是追上来配合队友把纳尔给杀了。李伟翔这个位置，这是叫放虫爆的感觉，哎，上直接开，哎，李伟翔这个位置很危险，刘青松交一个闪现往后一拉，小浪过来保护，追的还可以，呼吸哥被推了一下，又是一个大和血，哎，推过来李伟翔炸了呀，哇，这一波确实不得不说方大师应该是处理的不错的，后续再来一个通关天庭斩下来，然后是再漂移过来跟上。The Shiner 一个人拉扯五个人打出完美的反击，在 WBG 对战老干爹的比赛中，24分钟老干爹集结全部兵力前来针对 The Shiner， 面对盲僧的绕后， The Shiner 选择反向拉开，然后不停的回头打三环加速，闪现躲开狐狸魅惑后继续往后面拉扯，看到厄斐琉斯狂风又完了， The Shiner 立刻回头一巴掌直接把交闪的厄斐琉斯给拍回来了，虽然自己阵亡，但是 The Shiner 已经做到了该做的，后续残局的收割中双方也是疯狂的拉扯，好在 The Shiner 这一波打出了蛮王泰坦盲僧狐狸这四个人的大招，不然后续这 WBG 真不一定能打得过对面，因为在残局中这老干爹四个人只要一个人有大，对于 WBG 来说都很难打，所以泽晒这一波不仅在留人上做得很出色，最关键的就是把四个人的大招都给逼出来了，这是非常重要的。正面主动性拉吧，这边直接先叫这个位置很危险的二连跳，这边没有给 Shadow 去踢的一个机会，等下马上要变大了，什么时候能变大呢？怒气还差一点点，终于变大，这个一技能他也没有吃到，现在他没有闪现了，这要怎么拍呢？现在怎么拍？直接一拍，把四个人全部拍到了脸上，虽然自己阵亡，但是有机会可以先动 Eric 一个激光焰灵炸下去，这一勾是勾到的一个幻风，这个夹子放的有点歪，但是没有关系，继续往前想要输出嘛，但他已经没有大招了，回头一摆到这个 Shadow 侧面又勾到，这边勾到的是一个时光给的一个炸弹之后，自己原地交了一个金身，交完金身之后，正面战场已经完成一个收割的局面，这边跑起来了呀，幻风平 A 一下，再回头躲掉这个魅惑，哇，这一波紫扇拖了太久了，本身第一时间感觉紫扇要被秒的。
小虎威古斯一波团战，五个大招打得像个怪物。在 RNG 对战 EDG 的比赛中，26分钟双方在上路发生大规模交火，请注意小虎的威古斯非常恐怖，第一个大招先把泰坦给秒了，然后刷新好的大招不着急放啊，在后面一直等待机会，队友往前冲，小虎依旧把大招捏得很紧，看到机会到了，第二个大招精准命中了 Scout， 二段飞过去 Scout 的血条瞬间消失，然后第三个大招又飞向了塞拉斯，虽然塞拉斯交了个精神保命，但也只是拖延时间，精神结束还是被收下。随后刷新大招的小虎第四个大招又命中了杰杰，二段飞过去击杀杰杰后刷新了第五大招，然后第五大招没人打了就随手一放，这一波小虎的发挥是真的离谱呀。小猫猫 EDG 这边没办法，再被兵线看到了，完了，这个位置塞拉斯踢后，那 EDG 有办法反包下吗？看杰杰，看杰杰反身要打，清辉已经放的还行，但侧面狐狸这边直接被赵信给单防了，小虎还有大哦，而且好像现在这个阵型非常的差， Viper 的位置很差，狂风被拍回来之后自己要死了，大 Scout 到这里直接被小虎给融化，那虽然后方的一个嘎啦死掉了，但是这个残局感觉 EDG 想不到中路有限，能不能一波杰杰赶紧听大龙走，把自己给保住，在抽杀又找到他了，又甩到了。大龙还帮忙吐了一口啊！打大龙稳一点，觉得一波时间不够。节目的最后呢，各位看个老爷都懂的，别忘了给呆梦点个赞，关个注吧。我们相约下期不见不散，拜拜。